台中沙鹿三鹿里的保安宫，主祀保生大帝，它是当地民众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。每一年农历的3月15日，保生大帝诞辰，当地的民众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。每隔3年，民众也会组团前往台南的慈济宫去进香朝圣。今年当地民众非常踊跃地参与这个进香团，主要就是要谢谢保生大帝对乡民的庇佑，同时也希望保生大帝能够保佑大家风调雨顺，生活平安健康。表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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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保安宫有150几年了，以前是土埆厝啦，这个庙是民国65年重建，啊到67年才完成。啊，这阮这砖头算细啦，36里吼，古早时代讲三日厝啊吼，地方真细，啊，不过阮庄的人会使讲真团结，哦，啊，咱保安宫大路工作，哦，嘛是咱三六里的信仰中心。较早是无偌侪人咧住，啊，即摆因为交流道啊，而且海线吼，所以咱即个庄头即摆足闹热。系啊。哦，即摆干那外围来住的吼，即摆应该是沙拉区来讲吼，差不多第三大的里啦吼。所以现在住的人蛮多的，现在在参与这个绕境活动吼，啊，甲进香吼，啊，唔是干那讲老好啊，即摆少年的足多，做会出来。哦。那现在。可以说这几十年来，今天是最热闹。你讲今日顶头追伊我吼，咱大庄妈妈来接，啊，咱大家妈妈来接，大家妈今日来几啊百人，哦，拢总有14团来参与。今日咱庄的会使讲吃老年。咱的代表工作会使讲真灵感吼，啊，比如咱庄头吼，大岁平安啦吼，啊，参与这次进行活动的这些人员呢，真平安吼，真顺利安尼。咱代表讲呢，古早伊就是医生，身体无爽快看医生啦，啊，不过以为就是信息呢。是，你也住在这附近吗？我住在对面啊。我的古厝都是阿彪哥，都是大碟对面哦，庙的对面。对。啊，你小时候就在这边长大的？我小时候就在隔壁，家在古店啊，逐工伫这门口。较早的人啊，哦，无像即马遮方便，即马有迄个健保支付，较早也无。较早看医生拢爱开钱，啊，所以咱大陆工作专门伫咧讲医身体，所以拢派这个灵符哦，写写碎碎就好啊。他在讲哦，香火哦，这落单啦。当然人啦，无爽快看医生啊。不过真正是足厉害啦，尤其老大人啦，咧看医生，拢嘛来求一个落单，一只就好啦。哦，那是较早时阵啦。对啦。可是很重要的是，他就成为这里民众的一个信仰的寄托啦，对吧？我们知道，就是说这里的主神是保生大帝，对，啊，还有其他的那个神尊，对不对？只要拜咱大陆工作以外，都有守护千岁啦，啊，太岁殿啦，观音佛祖啦，吼，啊，还有咱的地藏菩萨啦，土地公啦，吼，所以讲有拜有保庇啦，大陆工作求的拢感应，拢会知影啦。啊，我有拄到一个管理第四业的少年家。因为伊唔知是啥话袂行咯，就因遐坐讲神尊甲讲，讲你着爱去高速公路卡三特处啊，遮个保生大帝，爱着逐工来拜，拢叫人载，啊拜足久个，啊即摆会行吼，而且拜六礼拜然后休困啊，拢来遮行愿，搭只保生大帝。就咱本庄有一个少年去金门做兵。伊骨都拄着炮战，正拄啊好，伊都腹肚咧疼，走出来，结果伊迄个碉堡个炮炸，伊身躯有一个保生大帝的样好。我们请副主委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次呢，前往学甲慈济宫的整个过程，以及他要感谢的很多的一些单位。政府建乡，啊，真侪单位甲阮赞助，大家建南宫、五车和田宫、12庄的。福音宫、无啊庆安宫、老港寮、城隍庙、地方这庙的赞助，啊以及
金牛主委王兴福，啊，甲咱迄个管理委员会主委吼陈宏文先生，因拢啊赞助真侪人力甲金钱，即次才会圆满成功。欢迎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阮三六里哦，保安宫参与进拜。